本公主，我求求你，咱能别试了吗？你把皇宫都给炸了！你看这，在归西之前，你就及时止损啊！小月宝贝，你怎么能对本公主如此没有信心呢？别挡路，本公主有预感，这次的实验一定能成功。公主。 大人，大人，时辰到了！公主，公主，快停下，危险！我控制不了我自己了。公主，卧倒，卧倒。 我的天哪！天下间竟然有如此绝色又温柔的男子，想必他中意我。燕儿，啊，怎么回事？ 你能不能别老折腾你自己？若是受伤了怎么办？总让人不放心。下次再有这种危险的小实验，你放着我，让小水来啊。不知公子如何称呼？家中可有妻室？现官居何职啊？公主还需端庄娴静为佳。 慕容大人。 本宫与你有话要说，你随我来一下。即刻。是，太子殿下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公主？难道是他送我的定情信物？ 小水，你看他多耀眼啊，都快把我灼伤了。公主，你该不会是脑子被摔坏了吧？小水，快告诉我，他是谁？慕容辰。 你和我妹妹什么关系？按照刚才那个情况，算是救命恩人吧。胡扯！嫣儿可是我和父皇的掌上明珠，你别想动她的坏心思。看得出来，是个被宠坏的小公主。嫣儿的可爱，太子殿下。 当年丹州初见，你就在玩蛐蛐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在玩蛐蛐，能不能干点正事儿？稍微努力努力。我父皇救我一个儿子，我努力呢，我也是太子；我不努力呢，我还是太子。那为什么要努力啊？公主啊！ 不嘛不嘛，我不管嘛！今天你不告诉我他是谁，我就不起来。慕容大人可是新来的翰林大人，听说他万年冰山脸，我可不敢去招惹他。新来的翰林大人，我决定了，明天我要去书院听学。公主，你不是最讨厌听学的吗？听学有什么好讨厌的？只要能追到驸马，我愿意听他讲一辈子。 哎，公主，你的书不是被拿去做发明了吗？听学，听学，听就好啦。再说了，我的眼睛是用来看慕容大人的，哪有时间看书啊？
可是公主没有书会被慕容大人赶出去的、本公主的追夫路上是没有什么可以拦住我的。慕容大人，慕容大人，他输了。哎呦，太阳打西边出来，燕儿公主怎么来听雪了？怎么了？收坏东西了？得意长老？大人看上慕容大人，你大点声！公主大人看上慕容大人了。哦，你怎么看上慕容晨呢？男未婚女未嫁，我怎么就不能看上慕容大人了？太子哥哥，你请吃慕容大人的醋。你胡扯！没看出来啊，太子哥哥，我绝不会重色轻胸，你放心。我不放心。老弟，单数是找你玩，但是双数嘛，我要留给慕容大人。谁要你的单双数日了？今日请诸位以日月星辰为题，作诗一首。大人好生俊啊。燕儿公主啊，你的诗好奇。我的腰。慕容大人，你为什么不说话了呀？你起来。去哪儿？你出去叫苏童。那我给你写的诗要好好看哦，一个人看。大人，大人，你没事吧？浮世三千，吾爱有三：日月与卿。日为朝，月为暮，卿为朝朝暮暮。给公主道。这是慕容大人给公主的情书吗？不知。你家大人平日里少言寡语也就算了，你这书童怎么话也这么少啊？张张嘴很费劲吗？哎，我话都还没说完呢，你怎么就走了？没什么好说的，我家大人就说把信给公主。没什么好说的，你怎么还结巴上了？弱不禁风。哎，你欺负人家。还君之明珠，谢君之尺素，赠君以慧见，盼君展相思。慕容大人真有才。不就是人家拒绝你的回信吗？有什么好稀罕的？这可是慕容大人第一次给人家写信啊。慕容大人的字真好看，
明天你就拿去裱起来，就挂在我的床头，这样我每天早上起来就能看见了。公主，你确定你要每天都看见别人拒绝你的话吗？小水宝贝，这可不是拒绝啊，这叫爱的勉励。哇哦，公主，你确定慕容大人是这么想的吗？好了好了呀，情人间的打情骂俏。小孩子是不懂的。那公主，你明天还去听学吗？当然去。不过我们要改变策略，不能只靠听学。大人，玉佩还没有找到吗？苏童无能。没事。可那玉佩是老夫人给的，顺其自然吧。今日我们来讲相见欢，无言独上西楼。无言独上西楼，月如钩，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。剪不断，理还乱，是离愁。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。默默无言，孤孤单单，独自一人缓缓登上孤独的西楼。抬头望天，只有一弯如钩的。你确定这能行吗？当然了，这可是风靡全城少女圈的画板杀手。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就要先抓住他的胃。你确定这是为了抓住慕容大人的心，不是要害他的命啊？小水宝贝，你会说话吗？这可是我一大早上起来盯着小厨房熬了好几个时辰的十全大补茶，放了好多名贵药材，却又是另一种。他们要休息了，快去。公主，你不自己送慕容大人，怎么知道是你送的？好了，等他喝了之后，我再进去给他一个惊喜。今天就到这里吧。何事？这是我们公主给大人做的十全大补茶，你去拿过去，把慕容大人的茶给换了。有毒？什么有毒？我们公主怎么可能会给大人下毒呢？你给我喝的什么？果然有。太甜了。赵嫣儿，身体中穴啊，还真是要感谢令妹的十全大补茶呀。行了，得了便宜还卖乖，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太子殿下，还记得20年前西江白桦林大战吗？当然记得。像当年那场大战，可谓是血流成河，尸横遍野啊！若非本宫年龄尚小，定能带领将士们
冲锋陷阵，取得傲人功绩。那之后的一切定是与现在不同了。算了，当我没问。公主，你这放风筝都要放到慕容大人眼皮子底下了。小水宝贝，这你又不懂了。我这放的是风筝吗？我放的是对慕容大人的。公主，你上次的爱已经让慕容大人的鼻血都流成那样了。上次那是意外，不能一概而论嘛。这一次你就瞧好了。公主。公主不可呀！这是雨点慢慢把颜色调低，心事早就我亲了他。谁在树下你花儿笑，如风顺落暗了，满路春色满天芳草，想飘呀飘，你落轻飘在谁的心潮之前。新招式？什么新招式旧招式的？我们公主是在给慕容大人撑风筝遮阳，怕大人被太阳晃坏了眼睛。才怪！你懂什么？上次下毒。什么下毒啊？上次那是慕容大人喝补茶太补了，所以鼻血才会。你什么都不懂，别瞎传啊！小磕巴，你才磕巴！你有本事说四个字以上的话呀！啊！白痴！你。为什么没有拒绝？在想慕容大人？吓我一跳，吵到我玉佩了。公主，你怎么还没把慕容大人的玉佩还给他？这是慕容大人送我的玉佩。这是公主你自己捡的，不是慕容大人送的。不重要，心意到了就行。公主说什么都对。听说宫里新进了一批织灯笼的材料，我要偷偷的办一个灯会，然后惊艳慕容大人。为什么要办灯会啊？当然是为了制造我与慕容大人浪漫的相处时刻了。笨小鼠。公主，你是忘了自己写情是被拒绝的事了吗？我都说了，那叫爱的勉励。
再说了，血情师只是个敲门砖，我正在慢慢的打开他的心扉，在通往慕容大人的这条花路上，我要一步一个脚印刻进他的心里。是。好了好了，你别可是了，时间紧任务急，现在立刻马上去找做灯笼的材料，我要给慕容大人做一个全天下最美的灯笼。哎，公主。已经开始暖心了。呸呸呸，别瞎说，跟着气氛多好，别瞎作秀。慕容大人，去年人泪湿春衫，小公主才艺属实不精。这位公子，不知你可是在寻觅你的家人啊？小女子可否有幸成为公子心上的佳人？慕容大人，这是本家人为你做的灯笼。公主，我的灯笼。慕容大人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我的灯笼。主人，小王子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世了，且属下还探知，大虞国皇帝最珍爱的就是他的小公主赵嫣儿。赵嫣儿公主最近和小王子也走得十分近，不如……公主啊，我都说了不让你去搞灯会了，看你把自己摔的。全天下最美的灯笼说话了。没事没事，材料还有，咱们再做一个啊。对，我不能放弃。画本上说，公主哟，你怎么还听那画本上说啊？上次教你做那十全大补茶，鼻血都流是这样了。咱们要吸取教训，那画本上写的不能信。那你说，画本上这次又写什么了？画本上说，只要能帮男主角完成一个他一直很想完成但一直没有完成的心愿，他就会爱上这个帮他完成心愿的人。那阿拉丁为什么没有爱上神灯里的精灵呢？你乱七八糟在鬼扯些什么啊？没事，不重要。所以呢？所以我要帮慕容大人完成一个他的心愿。哦，那慕容大人有什么心愿呢？不知道啊。原来我一直都不了解慕容大人。原来慕容大人喜欢虞美人啊，
这淡淡的香味做成香粉最合适不过了。公主，你看什么呢？小水宝贝，慕容大人还没有对我如此效果。一个时辰内，我要他对面那个女孩的全部资料。她是范国的莎莉亚公主，听说这位公主擅长制香，她能做出天下男人一闻就喜欢的香粉。真的？嗯。那她为什么和慕容大人在一起啊？皇上说慕容大人博学多才，就让他带着莎莉亚公主到处逛逛，感受一下中原的文化，促进一下两国文化的交流。很好，他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莎莉亚公主，慕容大人。你就是燕儿公主吧？我早就听说你擅长发明，今天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。我也喜欢自己做东西。燕儿公主，这位是……你当真喜欢我做的东西？那你喜欢做什么？我擅长把各种东西制成香粉。这么厉害，难怪你身上香香的。莎莉亚公主，要不我带你去书院逛逛吧。燕儿公主，你可以陪我一起去吗？当然，荣幸之至。走。公主，公主，你在干嘛呢？今天我要带着我这些小宝贝们去找莎莉亚玩，她愿意用她的香粉和我交换。啊，那你不追慕容大人了？当然追了，可我找莎莉亚玩也不耽误我追慕容大人。可是啊，我看慕容大人的脸色好像不太好。啊，慕容大人生气了？该不会因为我去找莎莉亚玩耽误他们进行文化交流了吧？那我以后等他们结束了再去找莎莉亚玩，这样就不会耽误他们进行文化交流啦。啊，可是公主，你重点错了吧？莎莉亚公主，宫内可以参观的地方我已经都带你走过了，不知公主还有什么想问的？有啊，请说。你知道燕儿公主除了她的小发明以外她最喜欢什么吗？那应该是我了吧？这个微臣也不是很清楚。慕容大人，燕儿公主，你们今天结束了吗？嗯，结束了。那我们走吧。好啊。看，你喜欢哪个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呀，这个是天上人间美丽无边仙气袅袅不灵不灵 biu biu 泡泡绳。天上人间美丽无边仙气袅袅不灵不灵 biu biu 泡泡绳。嗯，看我给你展示。
怎么样？有了我这个天上人间美丽无边仙气袅袅不灵不灵 biu biu 泡泡绳，是不是马上就有那味儿了？嗯 ，biu biu 泡泡绳果然很厉害。那我能不能用我这个 biu biu 泡泡绳换你那个所有男人闻了都喜欢的香粉啊？当然可以啊。只需要把这个香粉撒在手帕上，然后在你喜欢的人面前抖一抖，就可以让他爱上你哦。这么神奇？白桦林战，损兵五万，刘信破气，比连连退战胜。然不知何与比营得一计，一计不思常。吴国之将心善，不忍杀小儿，保其一命，归丹州养。燕儿公主，你在写什么呀？心愿。什么心愿啊？保命。真是女大不中留啊，胳膊肘竟然往外拐，真是太伤为兄的心了。不知太子殿下可记得小时候我们一起放齐天灯？当然记得了，我们的齐天灯。太子殿下，行不行啊？男子汉不能说不行。那你写的什么呀？我看看。哥俩好，五魁首，六六六。随便吧，你开心就好。哎呀，我就说你不行。快去砸缸，砸，砸什么缸啊？还好及时救火，不然丹州慕容府就会像齐天灯那样化为灰烬了。若有一天，你我二人兵戎相见，太子会。我定不会刀下留情，即便是但不会有那么一天的，小晨晨。明日茶馆不见不散。不知太子殿下约微臣来此何事？今日难得带嫣儿出宫逛逛，所以就想叫上你一起。慕容大人快请坐，在宫外不必像在宫里那般拘谨。那个慕容大臣，你先坐，我出去看看刚刚让小儿做的那只芦花鸭还是不是那只鸭。
慕容大人，你刚刚走过来很热吧？我帮你擦擦汗。今天是阴天，不热。那你看我新绣的手帕怎么样？好看吗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？呛。不好意思，莎莉亚这个香粉也没什么用啊。为何出来？当然是给公主制造机会啦。又坑爹！你不要总以你的小人之心夺我们公主之腹啊！哎，不是，你既然对你们家大人这么好，为什么每次还要配合我们？哦，我知道了。你是不是早就对你们家慕容大人心有不满呢？懒得理你。慕容大人，你很渴吗？一壶茶都喝光了，我再让小二去帮你添点去。第一号见你，第一号。街角的月，要逢几次月？怎么样，里面没发生什么事吧？没什么动静。要不再等等？嗯，有点担心。大人安慰。那咱们就进去吧。嗯。慕容辰，慕容辰，你大胆！公主你也敢抱？公主的手帕，手帕，我的手帕涂了莎莉亚送我的香粉，难道你过敏啊？请太子和公主恕微臣无礼，先行告退。这香粉是莎莉亚给你的。嗯，香不香啊？从今天开始，不许再和莎莉亚玩了，回宫。我的小祖宗啊，你胆子可真是越来越大了，竟然敢给慕容大人下药。那我也不知道嘛。你不知道，要是慕容大人没有风度，你可怎么办？不会没有风度。嗯，怎么会？慕容大人如此的正人君子，就是不知道他现在怎么了。
还好是分量轻，现在没什么事了。可是公主你三番五次让慕容大人深陷险境，慕容大人恐怕对你……慕容大人恐怕是要讨厌我了，怎么办啊，我的慕容大人！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你都哭上了！跑我这儿来装深沉呢？别再吓坏了我的蛐蛐。公主生性活泼，善与人交，却不谙世事，还望太子殿下多加看护，不要惹出其他事端才好。我已经叮嘱过他了，你要是不放心，自己去。我们这算不是一路人，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，两人若朝同一方向共同前行，那自然便是一路人。我可得提醒你啊，这不以同一终点为目的的压马路都是耍流氓，没有任何保障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，路遥。再敢让我看到像上次的茶馆那样，我就……对不起嘛，对不起嘛，我也没想到你要这个香粉是要用在慕容大人身上。你这香粉用谁身上都不行啊！我错了，好烟儿，你不要不理我嘛。嗯。可是现在慕容大人已经生我气了，我再也不能去找他了。都怪我，可是我们那里的男子是不会这样对待自己喜欢的女子的。你喜欢什么样子的？等我回去给你介绍我们那儿最好的男子。我就喜欢慕容大人那样的。那我帮你跟他解释清楚。可是慕容大人已经讨厌我了。那我们玩点别的吧。用快乐的事情填补慕容大人在你心中的空缺，这样你就不会因为一直想着他而不开心了。那什么快乐的事情？果然酒是良药。喝了酒就不那么想慕容大人。慕容大人算什么？我来教你和大交飞。好想和慕容大人一起喝大交杯。公主，慕容，你喝多了啊，该回去了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扫兴啊？没看见我们这喝的高兴吗？你走开，不要打扰我们看星星。公主，你走开，别打扰我们看星星。今天哪有星星？你为何深夜一人在此？慕容大人，嫣儿公主呢？她和莎莉亚公主在喝酒呢，不让我进去。和莎莉亚喝酒？嗯。怎么了？你在做什么？慕容大人，你也来喝酒啊？来，干杯！嫣儿公主喝多了。
下官送她回去休息。小水书童，送莎莉亚公主回去休息。好嘞。我没喝多，我们继续。莎莉亚公主喝多了，走啊。不，我要和慕容大人喝酒。喝啥子喝？什么？果然只有在梦里，慕容大人才会离我这么近。慕容大人，你看，我把他保管的特别好，我每天都盘他。你看他多透亮！怎么在你这儿？你要拿回去吗？不要，我已经当你送给我了，是我的。送给你，但是你要保护好它。自命。慕容大人，你可真好看，我好喜欢你。可是，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我也没有不喜欢你，你就是不喜欢我。好好好，我不喜欢你。你看你，承认了吧？男人心海底针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乖。是你，小水宝贝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你可算醒来了。公主，你还记得你昨天干了什么吗？昨天？啊！让我死了算了！你又抱了嫣儿，你个流氓路遥！我的重点是嫣儿公主和莎莉亚醉酒。那你也不应该抱他，公主醉了。那小水怎么不抱？小水去送莎莉亚了。那你怎么不去送莎莉亚？我的重点是，你看好公主，太子的妹妹，本太子自然会看好，用不着你管。好，哼，嫣儿，你给我出来！给太子哥哥钱。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还像个公主吗？都是父皇把你给宠坏了。太子哥哥，你也能少宠我？你昨晚是不是和莎莉亚又喝酒了？又是小水给你告的状吧？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要再跟莎莉亚玩了。你怎么想的？我们没玩啊，我们在做快乐的事情。从今日起直到莎莉亚离开为止，罚你在自己寝宫禁足，哪儿也不许去。禁足就禁足，省得出门遇见梦尴尬又难看。哼，小水，谁来都不许进。
就说公主在宫内最有势的身份被我禁足了。之前不想见，却总是能遇见。可现在想见了，却怎么也遇不到。大人，听说公主被禁足了，您不去看看吗？回去吧，要接旨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特赐翰林慕容辰与范国公主莎莉亚择吉日成婚，钦此。微臣领旨，谢主隆恩。公主，哎呦，我的公主哟，你现在的禁足是不能这么明目张胆的啊！溜出来，小水，你不要像一个花枝招展的蜜蜂一样在我耳边嗡嗡嗡嗡！你看看你，穿得如此引人注目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去贺喜的呢。小声点，公主，我这是为了给你撑场面，真正花枝招展的，另有其人。嫣儿公主，你看看。是，嫣儿公主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们公主没有话跟你说。不，公主，阿玉，你的皮肤保养这么好，教教我。也没什么了，不过就清水洗的。哪里的清水，我也去洗。臭莎莉亚，你接近我就是为了引起慕容大人的注意，然后好见缝插针。你个卑鄙小人！小丫头，你说谁小人？你居然敢弄坏我的玉佩！我，你干嘛呀？你干嘛？你干嘛打我呀？哎，你弄坏我的玉佩！你打我的！你放手！你松手！你先松手！松手！放手！你觉得呢，阿玉？水哥，我觉得你人不仅帅，性格也好。孙仔，Only you can take.海誓言 ，Only you。小水，你个杀千刀的，关键是个掉链子，让你销魂，打不过就叫放手。你说谁？看我弄死你！水哥，我还有活儿，先告辞了。阿玉，小水，再见。你们两个简直越来越无法无天了！胡闹！都给我回去闭门思过，不彻底反省，不许出门！公主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好啊，莎莉亚公主，我们走吧。见证着年复一年，我是万家灯火明明，只人生缘有变迁，你是爱晚庭边红颜。慕容大人，嫣儿，公主，和莎莉亚的婚事你是自愿的吗？人间中雁过无声，是待此刻相遇。为什么是我先喜欢你的？你的喜欢
与我何干？不是，我能感觉到你并不讨厌我呀。我给你写情诗，我给你做了全天下最美的灯笼，你都不讨厌，不代表喜欢。而且我一开始就拒绝。赠君以慧见，汉卷展相思。是啊，你一开始我拒绝。这个玉佩还给你。今天是我扰了你的眼，以后不会。你是爱问停电红颜，化作的千古诗篇。好几天没吃饭了，你这样身子骨是造不住的。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烧水也不独活了。大人，听说公主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，多嘴。慕容大人，这是我给你写的信，要好好看哦。云随风一往无前，流淌过天边，经不去身欢消散，将爱恨封存中间。你是画中悲欢离合，一眼万年的初见。你是灵动无声初雪，见证着年复一年，我去万家灯火明灭，知人生缘有边界。你是爱问停遍红颜，化作的就知道是你，你那破字丑像鬼画符一样，还想冒充慕容大人，你简直异想天开。本公主今天没看黄历吗？前朝失忆就罢了，竟然还要被暗杀。慕容大人，神经病！既已知晓，为何还会独自前来？大概是鬼迷了心窍吧。主要是你那句嫣儿的小陈是写到了点上。本公主才来会会你，看看你究竟想搞什么名堂。真是恋爱呢。公主，起床了。公主，公主，别藏了，快出来吧。这小祖宗该不会是受了刺激，变成蝴蝶飞走了吧？大人，大人，慕容大人，你看见公主了吗？公主不在自己宫里吗？公主不在，一大早就不见了，只看见这个。如果再找不到的话，就只能去找皇上和太子了。这笔记，糟了，
马上禀告太子封锁城门，公主可能被莎莉亚带走了。是啊，苏童，备马。是，大人。莎莉亚，你到底要干嘛？带你吃饭。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非要不远千里去放过，看着你和慕容晨大婚，你才甘心啊？你以为带你去范国是邀请你做客啊？那你要干嘛？属下还探知，大虞国皇帝最珍爱的就是他的小公主赵嫣儿，不如就让我来会会这位小公主，只需要把这个香粉撒在手帕上，然后在你喜欢的人面前抖一抖，就可以让他爱上你哦。这么神奇啊。真是个天真的小姑娘。走了。你在做什么？慕容大人，你也来喝酒啊？喝。当年白桦林大战，法国一败涂地，之后连年向你父皇进贡，最肥的牛羊都给了你，可你父皇还是对我们虎视眈眈。父皇怎么想的，我又不知道。男人心海底针，你不知道没关系。不过，既然你是他最喜爱的小公主，我倒要看看，拿你做人质，能不能换两座城池回来？你这个得寸进尺的女人，不仅抢夺我的慕容大人，你还想绑架我，威胁我父皇。等一下。既然你做了大逆不道之事，是不是就不能嫁给慕容大人了？你以为慕容晨还是你的慕容大人吗？他是我们范国流落在外的王子，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接他回去继承王位，而我也将成为你最羡慕的王妃。不可能，你骗我。骗你是小狗。糟了，画本上虐恋故事的男女主角中间都有一道鸿沟，现在我和慕容大人之间也出现了鸿沟，那岂不是代表我和慕容大人的爱情注定无法实现？你就是狗。凤翔，凤翔，你小王子，慕容大人，慕容大人，我们彻底不可能了，我们之间出现了无法逾越的鸿沟。莎莉亚，你杀了我吧，我不想亲眼看着你们成亲。等会儿，你最杀得了我的人，可你抹杀不了我炽热的爱。慕容大人，我们来世再见。钱不值得，愿天上没有欺骗。莎莉亚，我们不是说好了
成亲之后一起回范国吗？现在动了公主，我们谁都走不了。小王子，现在范国的50000大军就驻扎在边境，只要我们绑了赵嫣儿做人质，就可以迅速攻下边城。原来你们的目的是攻打大禹。小王子，胜利在望，我们一起走吧。公主，慕容大人，为浮云遮望眼，向来风雅。小王子，为什么？你以为你们的计划是天衣无缝吗？我努力呢，我也是太子；我不努力呢，我还是太子。那为什么要努力啊？近日大虞国边界处有异动，几个边城均涌入不明暗探，需谨慎应对。有意思。那我们就来个按兵不动，瓮中捉鳖。再敢让我看到像上次的茶馆，没再跟你说笑。传纸条的人可能很快就要现身了，而莎莉亚此时到访大虞国，很难不让我产生联想。你又不是那失踪王子，作何担心？兵来将挡，水来。范国失踪王子被带到儋州抚养成人，并非空穴来风。即便不是我，也另有其人，不得不防。是你，小王子如此多情，为何只对当年之事耿耿于怀？为何这样？当年大战，国王并非有意让小王子落入敌手。现如今范国重整旗鼓，只是王族后继无人，他请小王子忘却前嫌，随我一同回去。莎莉亚已去请皇上赐福，我会假意答应随他去范国一探究竟。没事，万一羊入虎口，引火自焚怎么办？时间紧迫，别无他法。莎莉亚一直在刻意接近公主，昨夜还引公主醉酒。莎莉亚带嫣儿喝酒，你现在去是打草惊蛇。我昨夜恰巧遇到，及时送公主回了寝殿，她安然无恙。那就好。你怎么送的？抱。你又抱了嫣儿，你个流氓路遥！其实你们从一开始就找错了。我虽在儋州长大，却从未去过西江白桦林。公主为何一直看着我？你刚刚是不是很担心我？没有。人家刚刚差点就没命了，怎么不关心你？公主之后还是要谨慎交流，注意防范，万不可再将自己置于险境。我有没有危险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反正你也不关心。能不能乖一点？那如果我乖一点，你还更喜欢我？为什么？微臣只是一个小小的翰林，配不上王族。且微臣虽不奢求能成为治世能臣，但还是希望可以为国效力。所以，
你只是不想当驸马，对吗？那这么说，你还是喜欢我的，对不对？微臣不敢。太子哥哥，太子哥哥，燕儿，快让哥看看。太子哥哥，你正好陪我去找父皇，我要让父皇撤掉我公主的名分。胡闹！做公主也没什么好的呀，莎莉亚要绑我威胁父皇，就连慕容城也因为我公主的身份就不敢喜欢我。嘿，他那是不喜欢你，故意找的借口。他不喜欢我，他为什么要救我啊？那是因为他是臣子，知道你有危险，肯定要去救你。好了，知道了，再帮你想想办法。天哪，太子哥哥，你对我最好了。真是拿你没办法，哎！大人，何事如此慌张？大人，燕儿公主她要被皇上赐婚了。虽然圣旨还没下来，但是太子说她马上就要被送去和亲，怎么劝都劝不住。大人，您可想想办法吧，要不公主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。大人，公主约您今晚御花园一叙，她说想临走之前再跟您见上一见。嫣儿，你现在是越来越过分了，竟然敢让本太子给你放仙女棒。太子哥哥，你还敢说？我家大人马上就要来了。等会儿我说。慕容大人，你看今晚的月亮真是又大又圆啊，你们就在后面点好仙女棒，尽情挥舞。慕容大人，公主，我先说，其实我没有被赐婚，我也没有要被送去和亲。太子哥哥，你怎么能骗慕容大人说我要被送去和亲了呢？我这是在帮你啊，不然以慕容晨那个无辜性格，你不逼他，他什么时候才说心里话？若他一直不说，你要等到天荒地老。我只想你在帮我，可是我不想用这样的方式。我知道他要和莎莉亚成亲的时候，我的心都痛得揪在一起。我不想他再经历一次我所经历的。无论他做什么，我都希望他是自愿的，不被强求的。你也给我撒狗粮了！我要去找慕容大人了。哼！哎，慕容大人，
都是太子格格他们想帮我达成心愿，才会这么说。虽然我很想听你亲口承认对我的喜欢，却不想你是因为被逼迫而冲动决定，所以我可以等，等到你准备好告诉我的那天。我知道是假的，大概只有太子殿下能想出这么蹩脚的理由。但是，当我知道你要去和亲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去思考是真还是假。立刻我才知道，你对我有多重要。慕容大人。喜欢到一见你我就满心欢喜。慕容大人，你快看，你看今天的月亮又大又圆，真的是好大好圆呢。慕容大人，你喜欢吗？你就是我心中最明亮的。快看，着火了，着火了。小水，你别过去！着火了！等一下，小水，你给我停下！小水，等，哎，你别跑了！丢人！慕容大人，今晚景色这么好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娘，我们的事还没有做完，你就想去做别的事？我准备了那么多次浪漫的告白场景都失败了，我们的初吻啊却弄得如此乌烟瘴气。没关系的。有关系的。慕容大人，要不你先保留现在的情绪，等我准备好了我们再来一次。我希望你知晓，与你在一起的时刻都是最珍贵的。这是一点浪漫，把颜色调提笔，心事潦草绘成一幅春风十里桃夭，谁在树下年花儿笑，正一转身的弯腰，只等了你的看那绿落成似满天芳草，风飘呀飘，绿落尽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终于去了一块心头大病啊，我终于可以多活两年了。嗯，干嘛打扰我看戏啊？哎，干嘛那么粗鲁，水哥我的脸娇嫩得很。真是捅了你俩鸡窝了，人间不值得。公主又变成蝴蝶飞走了。我的小祖宗啊，你怎么大婚当日还玩失踪呢？不知道呢还以为你要逃婚呢。呸呸
我什么时候要逃婚了？我是为了我和慕容大人的爱情能够长久，干脆去另一次求佛了吗？小水宝贝，今天我遇到一位世外高人，虽然年纪轻轻，但是特别灵验。他给了我一个这个。说是让我摆在床头，可以保佑我和慕容大人的爱情百年好合，永结同心。公主，你怕不是遇上骗子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我和慕容大人不能百年好合，永结同心，永不分离吗？不跟你说，急事了。哎，公主，我帮你拿。不要，我自己拿。哎呀，公主，我错了，哎、你原谅小水分啊。公主，上喽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帮我拿一下。我怕一会儿花儿就忘记。话本上说，这样就是结发夫妻了，我们会白头偕老。唉，没想到，我养了这么多年的好白菜。终究是为了猪啊！养了这么多年的猪，不还是被这个白菜给骗走了？哦，慕容这是你养的吗？怎么说？本来吗？见错了，慕容大人呢？外面有人。啊！哎呦！慕容大人，殿下，殿下，任意带到。怎么是你？我求你不要丢下我，父王！此生难保，带你一起跑的话，我们都要死。你要体谅父王啊！父王，父王！你松手！